今天天气不错呀，我看对面这些小逼崽子又上我家门口惹事儿，不行，我得收拾收拾他们，是不是？太狂了，天天赶上家门口蹬蹬什么蹬，我得下去了。来了，我瞧哪个不服来给三爷瞅瞅，哪个不服？哎呦，哎呦，这隔壁傻二宝怎么今天？哎呦，给你狂来来来，你出来来，这傻二宝来，你过来。算了吧，他家人有点多，好像有点多，我自己干不过，但是我得悄悄摸摸的往回走，我这个气势不能输，我不能让他看出来，我一个有点害怕，心里有点慌，哎呀，关键是越想越气呀。